起来，从床上，他很紧张啊，因为我妈不知道怎么办。那我爸是医生，他是不是一定问我爸？然后我妈就去叫我爸过来，说怎么办？我妈很紧张，我妈开始哭啊什么的。然后我爸来了，印象很深刻，其实我爸就会看着我说，你知道你吃这些药不会死掉，只会让你身体不好受。我也没有办法陪你去医院，因为我陪你去医院可能会上新闻，弄得更不好看。你等一下呢，就自己叫计程车，我也不会帮你叫救护车。我当下我真的崩溃，对我就直接是就是歇斯底里。我自己跟他道歉，我小时候有一个我不知道干嘛，我到现在自己都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，电视剧学来的还是怎样？我只要做错事，我会跪着认错。我包括哪一出这样演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想不起来。然后你说八点档都嘛这样演？我小时候他太害怕被丢掉了。我跟我小妈讲，我以为也是这样子，结果对不起不是这样，他把那个鞋拿下来，当作鞭子咻我，一下就一条血痕。